大家好，阿嬷今天要来分享一道这个佛跳墙。过年到了，阿嬷就来分享给你们。去年阿嬷有做了，但是没有拍了。很多人都叫阿嬷做佛跳墙，那阿嬷想说今天就来分享给你们。说麻烦也不会了，你把料备好了也很简单的，只是这个蒸的时候哈，蒸两个小时了。这一道菜它有一个红葱头的油，那这个阿嬷就是因为前几天阿嬷有炸过红葱头的油，来，你们不要炸，你们可以去外面买。佛跳墙的这一道菜的盘魁哈，就是要有这个红葱头，还有这个葱段哈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葱段放下去炸。其实阿嬷今天是为了要炸给你们看，不然阿嬷老早就炸好一瓶在这里了。蒜头。这道菜也要蒜头，蒜头是整颗的。好，我们炸到这样的程度，有一点金黄色啊呢。好，先给它捞起来。接着我们先炒香菇，切丝买菜了。阿妈今天用小斗干香菇，要泡过哦，哈，要浸过哦。这个地方还有空空的所在嘛，所以来，阿妈会放排骨下去，嘛是半煎啦。好，我们这个香菇已经有香片捞起来，盛下放旁边备用。我们来煎这个椒蛋呢。你们这个要洗好了啊，然后就给它水沥干一点了。这个地方还有空位，阿嬷会放芋头进来。我们炸到这样两面都有金黄色的时候啊，哈。来，那阿嬷要放这个金膏虾，因为有的人有放那个啦。鱿鱼啦，阿嬷无，阿嬷是金膏虾啦。金膏虾要用米酒泡过吼，去腥啦吼，已经香了。来，我们的香菇放进去了，放酱油哈，趁这样肉的话，从旁边呛下去安尼哦，有那个酱油香哦。放一点点蚝油，好，一点点。来，冰糖。胡椒粉放这个两条，这个再倒两那个胡椒粉放进去更香。好，那阿嬷会放高汤，阿嬷给人家看，阿嬷用这个煮的高汤，我会倒进去。这个汤那个差不多这样。好，我们让它滚。那阿嬷要放在这个瓮里头，阿嬷今天是放竹笋，你们去外面买那个笋丝回来泡，泡了要煮。煮过煮过啊，这阿嬷嘛能煮过啊哈。这个竹笋会不入味，所以要放最下面。这个笋丝是没有咸的。第二层排骨放进去哈。刚刚爆香这个啊，葱跟那个蒜，我们放中间。那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捞进来了，这里把所有的东西都捞进来。猪脚筋啊，哪个？对，都是低卡筋啦吼，该坑的就对了。你们喜欢吃什么料就自己放什么料，不一定要像阿妈这样做哈。鱼皮放这里，你们不放也没关系，只是说阿妈有这些料，我就放这些料。阿妈有放这个鱼翅、鱼鳍，最上面这里我会放鲍鱼，也有人放海参呐、该让坑。阿妈把这些高汤倒进来了哈，你们可以吃这个高汤的味道，自己试看看。因为阿嬷有放鲍鱼，那个鲍鱼那个汤汁我倒在这里面了。你们自己觉得不够咸，你们就加盐巴哈。阿嬷这样吃是刚好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汤加满。阿嬷吃起来都好呢。哇，刚好。嘿呀，这个米酒是泡那个金膏虾的，倒一些进去，不要倒太多。来，我们要把这膜给它包起来哈。包两圆较好啦，电锅四杯水哈，四杯水跳好，跳起来就好啊。好，那阿嬷拿去蒸咯。这个时间到了，阿嬷来掀开。好了，来，你看，我们这样一按就蒸好了哦。这个啊，低卡筋嘛，阿嬷不是放在家嘛，低卡筋有无？低卡筋。鱼皮啊，鲍鱼，这个是鱼翅、鱼鳍。哇，过年吃这个很赞呢。鱼鳍哈，有过年的感觉。对啊，也有人有放那个猪脚的啦，阿嬷是放排骨啦。
看你们喜欢吃什么就做什么，反正可以很方便。备好了，等到有人来了，你就抓一抓，然后放在下去，然后下去电锅里头蒸。你们过年前可以先做起来了。你们要有做这一道菜的话，你们可以分享到社团去。好，拜拜喽！订阅轩轩大杂烩喽！